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哥？这一楼是谁啊？我的杰瑞114乱哦，好像不是杰瑞，好像是慕白，慕白也114。香香，说实话，香香只能带闪现，带进化完不了。我昨天输香香是因为我一直在进化，知道吧？我想着稳没用。我跟你说，刷香香就得带闪现，不管对面任何阵容都要带闪现，就不管对面多好的控制，你都得带闪现，知道吧？但是对面如果这阵容的话，还是带把进化吧。这把确实得带进化，因为这控制太。这炉子拿了个 MVP 真下头，他一次没死，我死了一次。哎呀，我下路的不就不该贪的很烦啊，被活物逮住了。